跟这个陌生男人开房了，我觉得他还不错，我现在要试试他，如果他能像公主一样宠我，我就做他女朋友。哎，我不想洗脸，你能帮我洗脸吗？我也不想洗澡啊。我不想自己穿衣服了，你能帮我穿吗？哎，你可以帮我剪一下吗？等一下还要见亲戚，你不会连化妆也会吧？好了。嗯，你这么会宠女孩子，是不是交过很多女朋友啊？不，我是一名入殓师。